因为他只有打那个话，他是表演的话，一直在打都没有讲话。他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，他对于残障状况，他在打的时候，这也是在一台流的，下面那一台是一条河，那条河流是台北的乌来哈，上面那条叫蓝色溪，蓝色溪对岸的话是山坡，哦，啊，他这边的话，他这边是在打鼓的时候，对面有一个艺术家，他在打锣回应。我这边打鼓，那边打锣。每天四点开始，下午四点。好，我们前面的打声，他因为是电脑抓的，所以听到的声音是鼓声。没有鼓声的时候，那个是水的声音。
照相的时候哈，那不小心按到。
班、尾班，我现在碰上刀砍，我想到微笑的事情，然后空腹嚼到的空，那是三个字，马军马将军。对呢，这个时候，看看里面弥漫了一个淡淡的锣声，这个锣声是来自于家，还是来自于对岸一个在地的日本艺术家？把台湾传统庙会在使用的地锣，用黑土做的非常烂，把好声音放水里唱出了怎么样？但是各位经过的大厅，我看到同学的眼花，不是这位艺术家没有创作，所以会有生活式的产生，跟这位传统国宝厅的吴宗武老师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他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长大的。他感触很深，他觉得我们人都在取决于他，而相对的，什么时候才可以退隐呢？于是我们开始想到了，不妨每天在白天黑夜交接跟黄昏的时候，在这大自然间待一场，于是开始产生了不同的生物意识，发生在不同的污染的不同时间。如果大家看到世界上现在有人在上面的内方物法上面。这个作品呢，叫做《奇物语》，来自于观奇物语这句子的奇物语。比如说，站起来不说话，观起来不说话的同时，所有人是在一种当下的宁静之中。但是或许你没有发现，过去站起来在这种也是内在暴力。我突然试想着，在人生茫茫大海，我们何妨不再找一个奇物？如果没有把对面制作的一样的那只老虎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把它杀掉呢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转换，我要听的每一下声音代表了心中的每一步棋，两个人在厮杀而并不共同的和谐，所以上传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安静下来，从心中唤起一个单纯的声音，从第一分钟到第三十分钟共同组成了一个心理的乐章，而这样乐章不能有乐。原来看棋逢对手，跟你的诚信度如何，默契性如何。当然，这个背后隐藏了自然组合区的意义，那就是从。以上哈，这些是一两。刚才在介绍这位就是这一家饭店的艺术总监，他专门负责每天早上8点跟下午4点各两场这样子表演。
那、啊、这个表演节目一定要住在一张饭店的游客才有办法去体验啊，哈、啊，他那个饭店的他们的价格非常的，哦，非常高，他们整套的话，饭店一晚上两万块起跳，哦、啊，生意也很不错了。目前他们生意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接60%都是外国客人，我们本地客比较少。啊，以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到乌来去和团队回来，我想说，哎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让各位时间，谢谢。